不是，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？不是跟你说了，好好休息，尤其别用你的右手，伤肾。哎呀，干嘛呀？这不得怨你吗？这一天到晚训练已经累得够呛了，然后晚上睡觉还得听你打呼噜，害得我一晚上没闭眼。大哥，我昨晚打扫了一整晚房间，你在那儿睡觉，还不是看你有苦劳的份上，要不然我一脚踹你下床了。你每天早出晚归的，怎么样啊？那边进展？那能有什么进展啊？要是我一天把别人超越了，人家还怎么活？那他们还欺负你吗？欺负倒不至于，就不给我好脸呗。哎，不是，你问这干嘛？子辰让我问的，他不是那害怕那个石硕、南明他们欺负你吗？把他担心坏了都。你是不是吃饱闲着没事干？你跟我妹说这干嘛？我不是 PTT 吗？怕太太。谁是你太太？说清楚。哎哎，别动手动脚的。走，就是咱俩是不是一家人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哎，咱俩现在就住在一间房子里了。道理，告诉我，住一块就一家人了。那我妹呢？大哥，一天请我里面等他，然后再买一点那个东西。那我妹呢？快，再蹦出去！来，加油！继续！哎，没事吧？继续啊！喝点休息一下。不要，我可以继续跳。小心一点。我知道了，拜托你们了。哎，帮我们找地方。这是让你们训练的地方，还是让你们聊天的地方？这位一定就是大家口中的石硕师兄吧？哎，好。听说您也是排名全国前十的高手呢。没有。世界上颜值高的人是不是都来学击剑了？石硕师兄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却偏偏要靠实力。哎呀，这让其他人怎么活呀？啊，你是唐吗？嗯。啊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是我们学校的吗？没有。看到师兄我都懵了，忘记自我介绍。我叫冷子辰，冷子峰的妹妹。哦，妹妹。我大哥他还是一个新手，所以不太懂规矩。如果有得罪各位师兄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原谅。没事，你们都是一个队的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今天早上亲手做的草莓蛋糕，希望师兄们能够喜欢。喜欢，我们最喜欢吃草莓蛋糕了。喜欢的好，太懂我们了，咱俩绝对有缘分。石硕，哎，你在那磨磨唧唧干嘛呢？吃蛋糕。啊，这位一定就是南明师兄了吧？来，请吃蛋糕，请多多照顾我哥。不用这么客气。哇塞！谢谢，大家都有份的。师兄，谢谢，每个人都有。我有份，都有啊。来，啊，谢谢。来，师兄，谢谢。走吧，请多照顾我哥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天哪，好说，这是我妹啊，请照顾我哥。谢谢，谢谢。真是，我有啊，太好了，谢谢啊。啊，快，你过来捣什么乱呀？哎，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？温柔点，没礼貌。那师兄，我哥以后就麻烦你多多照顾了。放心，三哥交给我了。哎，师哥，借你点时间，我跟我妹聊人生吧。去啊，当然，快去。你的胳膊，走。哎，你妹呀！哦，我是说你妹妹，温柔点，温柔点。
师兄，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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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你别傻站着了，训练。好，好，好，训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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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我说你怎么就突然跑来我们学校了呢？我还不是来帮你疏通关系的。阿虎说你在学校混得不太好吗？嗯，可是疏通关系，你也不用穿得那么透吧。这个透吗？这是我刚借的战袍。哎，再说要一次性对付那么多的男生，我只能用非常的手段呀。可是你还搓蛋糕。哎呦，我哪有这种闲工夫啊，地铁站外面咖啡馆买的。不过你看刚才大家都想扑上前叫大舅子的样子啊，我保证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你了。哎呦，不是给你的，这是给我未来大嫂的。嗯，怎么样，我机灵吧。嗯，你看还是我妹好，知道给我做足功夫。一会儿呢我去找一红。哦对了，那个他上次在医院帮过我们，所以你要替我向他好好的道声谢。你放心吧，你哥都准备以身相许了，这个诚意还不够吗？哥，那个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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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舅子，怎么说我也是子辰名誉上的老公，对不对？这你妹妹现在给我戴了那么多顶帽子，全击剑队的人都成我的情敌了，你得帮我说两句吧。交由我。那个冷子辰女士，这虎子说的确实没错，感情不能开玩笑，当然也不能玩弄别人的感情，这样容易遭报应的啊。冷子峰先生，我可是来帮你的。再说你的书本一片空白，你书都没有念，才会遭报应吧。哎，是这样的，老妹儿，你也了解当哥这个人，我从来不一心二用的，所以我这心思全都放在击剑上了。对，放在击剑上。反正我来都来了，你也空出来一天假期，忙个忙，帮你恶补一下功课呀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就从这本英语书开始，来吧，很简单的。哎，你坐坐坐，听我说，这英语上啊，好多学习重点我都没画，你赶紧帮我画一下啊。哥还有事儿，时间特别紧，还得去操场跑圈呢。真的啊！大哥，哥，大哥，我知道你哥，你穿件衣服吧。我挺好的呀。太暴露了。我挺好的。哎，我发现子辰这魅力太大了吧？他才来转了一圈，现在击剑队的运动员都管着你叫大哥了。我妹那一出手全是套路，把那身虎的都不要不要的。嗯，你训练完人都虚脱了，替我谢谢你妹的蛋糕，把我从地狱里带回了天堂。哎，我真的越来越欣赏你了，前一秒还哭哭啼啼嚷嚷自己没天分要放弃，下秒脱胎换骨了。怎么啦？就允许你一分钟之内清完人心吧，不许别人努力啦。你要是这么说呢，我就放心了，咱们只有一起啊。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一起摆脱二军垫底吧。耶，加油。哎，让我吃一口吧。想吃啊？嗯，过来。哎，你是你？你看你那样。哪个歌手？魅力真不错，你也尝尝。来。我挑过的特别好吃，味道扎实。上辈子不够，下辈子不该，你都在。干什么？月不公布批54，54。没事吧？啊，谁叫你停下来？他撑不住了，他这么一点训练就撑不住了，体能太差了吧？待会儿留下来补双倍，
你让他歇会儿嘛。是啊，你让他歇会儿。比赛场上只有加强训练，没有手下留情。我如果放过他，最感谢我的人是他的对手，准备要痛宰他了。实力不足，却硬要留在队伍中，只会造成大家的麻烦。为了团队的成绩，我希望一红能退学，希望你知难而退。你的意思是，实力不如你，就是团队的累赘呗？我明白，你把游戏规则说得挺清楚了。别管我，我没事。你胃都要吐出来了，能没事吗？来，起来再说。我呢，先陪他去保健室，等他休息好了，回来再陪他把训练任务做完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我们不会是团队的累赘。走。继续。走吧。训练。你跟怡红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到一一面对你不会尴尬的时候。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因为你差点就闹掰了？那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我说那你告诉我，要怎样你才能放弃对我的心意？那就来挑战吧。我记得镇宇学院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，说如果学生之间有什么冲突，可以用运动挑战的方式来解决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给一红一个机会跟他在一起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你就给我机会跟我在一起。依依喜欢你，你不会有机会。我会等他放弃。这段时间你可以尽情的喜欢索隆，但是除了他，你不准对任何人心动。你好好考虑，这是依红唯一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时间地点待会儿在击剑馆等你。在个人赛中，每一场比赛方式采用每盘击中15分，比赛时间为9分钟，一名运动员击得15分或者9分钟规定时间全部用完，击中得分多的运动员获胜。我不趁人之危，我让你3分，你只要得到12分就赢了。速战速决吧。这一分是我输了，我出界，继续。
从我手中拿下十分以上的人，你可是第一个。干嘛？输给我，你朕不情愿吗？你输给别人会情愿吗？愿赌服输，既然我输了，那我承诺的都会兑现，但你也别忘了那个前提。告诉易红，如果他下个月的考评能够进步。 我会请他看电影。干嘛这么惊讶？一红的努力我都看见了，我很感动。虽然不是心动，但失去一个妹妹，我也会舍不得。无双，我们再怎么护着她，也不能让她拿击剑队的名誉来胡闹，来开玩笑。击剑队。 干嘛不上床睡觉啊？啊，觉得不上床就是土，太脏了，不想上床。那就去洗个澡啊！我也想洗啊。自主训练完了之后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被榨干了，我的生命力现在是为负，我整个身体已经身不由己了。姐，救我！好吧，好吧，正好。 我有一个让你一秒钟之内就能够满血复活的好消息，要不要听？唉，就算你给我10颗救心丸跟冰心草，都没有用，我活不过来了。是吗？嗯。唉，太可惜了。尔豪说，要是你这个月的月中考评能够进步的话呢，他要约你去看电影。谁？你说谁？尔豪？ 看什么电影？尔豪，他说你要是月中考评能进步，就约你去看电影。真的？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哇，姐，走走走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做训练。等会儿，你不是刚刚还要洗澡睡觉的吗？哎呀，那些不是等我们看完电影再说吧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去训练。嗯，走走走走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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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既然要特训的话，那把冷子峰也带上吧。 下一次的月中考评，我和子枫都拼了。冷子枫赌上了拳击手的荣耀，至于我，希望在尔豪的面前扳回一城。加油！加油！
水都没了。不介意跟我一起吃早餐吧？我们是在猫抓老鼠吗？你一见到我就非要躲，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只是以为你讨厌我。我很想念以前经常跟我打打闹闹的那个赵一虎。我还记得有一年你生日，你要我翘课带你去看电影，一起吃大餐，结果后来被你爸给抓到了，记得吗？我记得那次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姐当时拼了命的掩护我们，替我们撒谎，然后我们就在餐厅就碰见我爸妈，然后我爸当时就拎着我的儿直接带着我回家。别说吃什么蛋糕了，要不是我姐偷偷给我两个包子，我连饭都没得吃。那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翘课。你是在怪我让你的击剑全勤报销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我要说的是因为你才让平凡的一天变得不一样，你在我生命里是很重要的存在。我一直想要一个像你一样可爱的妹妹，我就把你当成妹妹了。也许跟你期待的不一样，但我希望不要失去你。月中考评加油，我很期待带你去看电影，一起吃大餐，好吗？走吧，剑带给我。不用了，我还要去器材室继续擦剑呢。谢谢你的早餐，走了。事儿这么开心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碰到尔豪了，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跟我说我是他生命当中重要的存在。他说只要我月中考评考好，就带我去看电影吃大餐。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又出现了一道曙光了。感觉身体被掏空。放 Q！ 小峰，你站在站着干嘛呢？小峰，说吧，又怎么了？尔豪答应一红，要是他下个月的考评成绩提升的话，就带他去看电影，去约会。天哪！啊！这么看来，超人是接受一红的心意了。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无三不成理。如果他们时不时见上这么一面的话，超人难免不会动心。那我这攻略之路就可以提前 say goodbye 了。敌不动，我不动；敌动了，我们跟着动。既然超人现在先越过界限了，那咱们就别客气了。现在是使用 B 计划最好的时候，和超人抢女人。只要你现在和无双师姐靠近那么一点点，那么超人就会觉得很有威胁感，那么他就会抓着无双师姐。
不放。最新的一本单行本又让人给拿走了，噔噔噔噔啊！海贼王最新一期看过没？超级精彩！我跟你说，路飞啊，你先别剧透，我还没看过呢。这都已经出了一周了，你还没看啊？没有，你看完了吗？看完借给我，一会儿看呗。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干嘛呀？看完赶紧翻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看得慢，你等等我嘛。师姐说的没错，看漫画就得互相迁就。哎，风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一块看漫画呗。你也喜欢看漫画？哇，吓死人！哎，没有，我看你姐跟子枫都在看这个漫画，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嗯，但是我看了几个章回，觉得画面好乱，然后剧情也开始不合理了。嗯，你觉得哪不合理啊？例如，你看他，他看起来是个很厉害的海贼首领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还会被鲨鱼咬断手。鲨鱼都打不过，还当什么首领啊？哎，看这个，都十年了，它的草帽都不会坏吗？海上湿气这么重，至少该长霉了吧？你笑什么？还有，出海之前不用找船员吗？谁也要讲，谁掌舵？太有勇无谋了吧？这种人怎么当王？我问你。这个只是漫画，你干嘛跟漫画较真啊？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漫画哪儿好看，但是啊，我姐就是特别喜欢。啊，嗯，我就记得啊，我姐跟我说过，她觉得漫画里面的友情、勇气都特别能够激励人。她跟我说，她喜欢阿拉巴斯坦篇描述的友情，喜欢索隆和鹰眼的对决。哦，她还说，顶上决战的兄弟情特别感人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跟我说，她喜欢一条有情有欲的鲸鱼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的，阿里巴巴的友情，是阿拉巴斯坦。阿拉巴斯坦。嗯。阿拉巴斯坦，阿拉巴斯坦。我看一下。虽然我姐每天都跟我念叨这些，但是我就是不是特别喜欢看漫画，所以我觉得呀，爱好这种东西是强求不来的。包包给我吧。怎么了？要走了？嗯，虽然我也很想留下来陪你看漫画，但是我为了乐评还要继续练习，你慢慢研究吧，我就先回去练习了。好，加油。加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刚刚说那个阿拉巴斯坦是第几集？你自己看了。
过不过分呀？我在学校加班加点的训练，你们坐在这里看漫画都不管我的。说的真好。哎，你别闹，我正好看到关键时刻，你别闹别闹，快给我。为了看漫画就不要我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训练上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天天就知道看这个漫画，都不认我了，太过分了，都怪你，天天带着我姐看这个漫画，你看吧，她现在都不认我了。怪我了，是师姐让我推荐漫画，要不然下回你推荐一部篇幅短点的。枪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我们家拳馆新开张啊，我爸花了重金聘请了俄罗斯拳王，打响第一炮。俄罗斯黑熊对抗中国拳王雷霆。哎，这个黑熊我知道，他是俄罗斯的桑博冠军，特种佣兵出身，曾经为了解救人质，赤手空拳的打赢了50个恐怖分子，超厉害的。有眼光啊！宝剑赠英雄，两张票赠给师姐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带着你想带的人，快快去看吧。不约啊，不约不约，宝宝不约。我对格斗馆没有什么好印象的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还被某人喷了一身血。哎，我陪师姐去看吧，我正好想看这个雷霆身手怎么样，会不会给他祖宗闪电丢脸。你想看啊？可以啊。打赢田智，这张票就是你的。姐，你这也太难了吧！田智现在是二军的第一，那意思是一个月之内让冷子峰上升到一军，你太狠了，这太难了。怎么了？他可是一月之内就能清完人形靶的人，我的要求当然得有点挑战性了，对吧？师姐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那这样吧，我的你就多准备一张 VIP 票。大哥，知道这票有多难搞吗？特别的难搞，特别的贵，特别特别的贵。哦，非常的贵啊。那你既然不看，等一会儿我就上网把票给卖了。小东，我答应你，这次月中考评就得打赢田智，跟师姐一块去看格斗赛。老爷，田智啊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是不是有个美女在想我？滚蛋，再给我买一份去。好吧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关心子枫的月中考评了？啊，我不光关心他，我还关心你呢。要不是姨父让我盯着你们俩，替你们俩的成绩做担保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们俩这一次再脱离不了垫底，我可就惨了。等会儿。师姐，你拿虎子两张 VIP 票做五本生意太容易了，你是不知道我们俩为了月中考评拼死拼活有多累，你多少也得给点鼓励吧。你想要什么奖励啊？说说看。爹，我要是月中考评打赢了田智，哎，你就穿裙子假扮成女生跟我一起去看比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女生啊。你的意思是我姐是男的？你说什么呢，赵玉红？失言了，失态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个奖励是足够诱惑，我们才能拼死拼活的去努力，对吧？啊？嗯。好，如果你能打赢田智，我就穿裙子和你一起去看格斗赛。厉害了，我的姐，我从高中开始就没见过你穿裙子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别闹，别闹。什么大不了？如果是穿个裙子就能激发他所有的潜能，穿就穿了。师姐，这人证啊都在这儿了，你可不许耍赖啊。敬一句，敬一句。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, you kiss me. 哎呦，哎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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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嗯，这么有干劲儿啊？难道你打算和无双师姐假戏真做啊？假你个头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打算破坏他俩的电影之约。这有什么好破坏的？要是一红一直在二军垫底受人欺负的话，那岂不是更可怜？
啊，大哥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还是缺根啥呀？你就这么放心他俩单独去看电影啊？这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要是欧元哥这么没有定力的话，那一红十年苦练不早就开花结果了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打败田志，进入一军。哎，想看无双师姐穿裙子？我又没说错，你干嘛瞪我啊？怎么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这么恶心？本来就特别恶心。太好吃了。哎，信不信你扔了？啊，我还有。哎，别别别！这鸡肉是你妈特意去市场买的，来，趁热吃。哇，厉害了，我的妈！哦，还有一个菜。哇，我天天吃学校食堂，我都吃腻了。啊，终于可以尝尝我妈的手艺了。来，太好了，衣服。来。哎，先别动，阿姨还没上桌呢。无双，下个月的月中考评。这个依依跟子枫准备的怎么样？爸，能不能别在这个吃饭的时候问这么让人咽不下去的问题？姨父，子枫最近训练挺刻苦的，跟大家相处也很融洽，我相信下一次月中考评他应该会进步的。好，因为我姐有杀手锏。啊？什么杀手锏啊？那我告诉你啊，我姐说了，只要月中考评，邓子枫能够打败田志，她就穿裙子跟邓子枫去看格斗赛。哇，不错啊！邓子枫肯定打不赢田志嘛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激将法。啊？怎么会呢？邓子枫可是用了一分钟清扫完人形靶，能创造这样的奇迹，你觉得呢？好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阿姨欣赏你，振宇，你不是整天在担心这两个孩子月中考评的成绩吗？现在你可以放心了。子枫是知道了，那我们家依依呢？啊，二豪说，依依如果这一次月中考评能进步的话，二豪就带依依去看电影，是吧？那你就更不用担心依依了，依依一定会好好练习的。那二豪，就麻烦你了。我们家这丫头就只听你的话。要是叔叔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抽个时间替她个别训练。真的？我一定会认真训练的。好了好了，快吃饭快吃饭，吃完了就有力气练了啊！快吃。好像忘记我们的挑战结果了。除了索隆以外，你心里不准有其他人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振宇学院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，说如果学生之间有什么冲突，可以用运动挑战的方式来解决。如果你输了，你就给我机会跟我在一起。这段时间，你可以尽情的喜欢索隆，但除了他，你不准对任何人心动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最近真的觉得特拉法尔加罗也不错哎。这又是谁啊？虽然这样移情别恋对索隆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啊，罗和克拉松的故事真的看哭我了。冷酷的外表，配上悲剧的过往，实在是太有魅力了。你喜欢索隆？又喜欢罗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子枫去看格斗赛呢？因为我和他都喜欢看格斗赛啊。那有必要穿裙子看格斗赛吗？我也不懂哎。
但是如果这样能够激发冷子峰的斗志，那对团队能力的提升也是有好处的呀，这样姨父也能心安不少。总归一句话，我不会让子峰称心如意的。今天进攻还可以，但是防守还是老毛病，一被抢下攻击就慌掉了，注意一下。师叔，今天表现还不错。南明，如果不跟紧一点，你的排名就要被超过了。今天训练到这儿，解散。好。队长，你叫我。想升上一军吗？我田志当然想，我可不想一辈子在二军打杂。有志气，就拿出行动吧。从今天开始，训练完之后就回来找我报道。我会改进你的缺点，让你在下个月的考评打败所有的二军。